这咱家的麻辣香肠，麻辣口的啊，先整下来。哎呦，这里边全是肉。咱家这个肠是没有淀粉的啊。就这一款老铁们，麻辣香肠38.8发一斤啊，有广味的，还有麻辣味的，广味的就偏便宜点。行，排碗米饭啊。然后我把这个配料表放在视频结尾啊。下饭。因为这个是烟熏的那个，所以说会有点硬啊，像那个东北的风干肠似的。哇，这肠配合米饭真是真香啊。老铁们，给你看一下配料表啊，猪肉、猪肠衣、食用盐、白砂糖、香辛料、味精、鸡精调味料、花椒、白酒，其他啥都没有。